们正殿下面啊，看到。人群当神气重，居民中大，不念君安思危，建设一切，此以大为以求无望，率先而与流传也。哎，这就是干的。你看，你在要研究历史，你把贞观之治、唐诗门上、李世民上台以后，这个政治的布局，你光看普通历史，尤其现在那些历史看不出来，要唐诗拿来看，他那几年做了些什么事，哎，他提出了这种啊，认真当神器之重，神器是什么国家？国家怎么讲啊？国之利器不可以使人，老子说啊，政权，这个神器两个字代表政权，才代表了权力。认真作为在两乱国家的社会的国家的领袖，是当主管国家的权力在你身上，神器之重。居狱中之大，整个的地头，中国的大，你在中央啊，是这个时候居安思危，他提到，所以我们居安思危的古书上有，在这里提的，即使这四个字，比方你们办公司做事业做团体，举世皆宜。啊，又一天得意的时候，就马上要注意；啊，成功的时候就要注意。读完诗词是口号，当一个人一件事情成功的时候，就是危险的开始。这是逻辑的，这说的正统道理，做人正统道理。啊，换句话说，当你成功的时候，就是失败的开始，非常重要。啊，他是认真就因为狱中之大，换句话他已经批评唐太宗，你自己近来已经得意忘形了，不念居安思危，又以下面是唐太宗的毛病，再奢一件，太奢侈了。你要知道这句话，我们今天的社会是周公写文章什么不管省知省事的邓小平开放以后，现在我们的社会过分的奢侈，浪费于奢侈，犯了这个最大的毛病。你看这两个字，就看唐代开始建国的时候，没有几年已经犯这个毛病，奢侈浪费啊！那个是当年我要讲这个政府给你听啊，当年我们在香港、在台湾啊，给大陆的朋友建议过，哦，朱友回来已经不得了，破衣服借回来都感谢。你看现在的社会奢侈。这是国家社会大问题。你看到唐太宗的时候政治好吗？问题来了。所以下面地方事业花根一切五毛，你根本上文化不建立啊，这个事业是有理无常的，他已经犯了错误了。哎，我们现在我所以叫你们诸位走一走，不然以你们这个程度，穷人一看都懂了，因为自己是有上通天王下知地理，自己中间不懂人事，王刚那样都懂，你自己一看你就晓得当时的政治已经带有这个问题了。那么他下面再理论下去了啊，来吧，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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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善始者失败，恶终者盖寡，汲取之益，守之难顾。
个去取之易，守之难，我这点就是说，他把中国的历史做领袖，做帝王的，哎，王就生要的啊，帝王说完席元首，你看他们要请皇上，请元首，啊，贵家领导，现在就叫做领导，啊，从古以来做领导的。追求宫外化，请也应命，这个风筝的筝，念电影的在这里，但这个也，哎，有意思吧？是不是？每个皇上是奉天承运，向天谁给他的？天不会讲话，都自己下车。请天应命，用的非常好。你命好了，归你了。啊，请天是上天给他的任务，啊，应命，你的命好啊。但是这个功过以后两句话，善事在时分可忠贞，开始打下天下。第一步的政治都不错的，都很有成绩，每个人开的公司刚刚开发出来都很好，善始，善于开始的蛮多，开始的嘛都理想也好，什么也好，可中的结果就变了，能够从开始的理想一直到一贯到最后的完成成功了，太少。英国又善英开始往我们的一个模糊创建就跟那一样，你理想这点可以做，那也做做下来垮台，就善事不能可终啊。这里头产生一个解说道理，其取之易，守之难乎？难道人世界有个不定的原则，创业抓来容易，保守难吗？得天下容易，守天下是真的是难吗？啊，赚钱容易，把钱永远守倒是难的。在我的经济经验呢，经济解说经验和个人经验，赚钱难，用钱比赚钱还难。而且把钱赚来的钱用到最后最高门的很难，所以我拼命提倡看韩国片那个商道啊，一毛钱没有把那么难富过低过，最后外面把钱财晒在社会身上是生而得的那个商道，这是中国有蛮道理啊。那么这一段完了，我们再念下去啊。盖在应忧，必离天人两相，近得志则重心大悟，结成则五岳为一体，而五则骨肉为心路。虽非孔子以为天行，真子以为路。中苟免而不怀言，貌苟而心心服，远辩则在达，可为为人。在周福州受益深深。这一段啊，在文字你们看来都很容易懂，所以像我不逼大家自己懂，自己深度去研究一下，不要去乱想啊，就看出道理来。他说为什么一般人创业起来都蛮好的，每个政策都对，后面就变坏啊。他就提出一个问号，其取之易，对天下容易吗？就是你成功容易吗？为什么都守不好，最后都坏了，一定垮了？为什么不用脑筋，不居安思危，盖在应忧，
就叫做忧烦意识，自己没有忘记了忧烦意识。是对方他从批判的很厉害，那你也忘记了忧烦意识啊，厉害的要注意哦。我刚才跟你们比魏征跟唐太宗反对党两个合作的啊，这一下他突然当面指着他鼻子就过来了，他说你已经完了，原来啊，他说为什么创业容易在天下呢？你处处小心，处处用脑筋，必竭尽一地败下，你对下面的每一个很诚恳，每一个很真实，所以你请过吗？道理是这样，创业的时候蛮会谦虚的，你看这些老板们呢，创业都蛮谦虚的呀，都帮忙啊，都对得起啊，啊，到后来就不讲这个话，把你妈也帮忙啊，不帮忙了，老子你不买我就不跑，就这一套来啊。他开始在研究一切人，记得这以后呢，在众生里傲物，看不起了，放松了，自己胆子大，就发现非常是很容易认生，一认生傲物，看别人都有一种不谦虚骄傲起来啊，勤恳对人。吴越为家，历史上春秋战国吴国越国的冤家，因为诚恳对人，冤家变成一体了，放松了，看着不起别人，自己也以成功为傲慢，这吴越为成功，亲兄弟变成冤家。哎，这句话魏征啊，如果我在旁边跟他怎么样，魏征啊，你好大的胆子，你有几个头啊，这完全明知道唐太宗杀了兄弟来的，明知道他鼻子的啊，知道你妈妈骂娘来，哎，他就感觉出来，你要看文章就是什么啊，傲物在不入为行路，他这样一来，你成功了，你把自己就跟你一起起来的人变成靠边站，你跟他疏远啊，是懂之于年，这个懂是辅助啊，帮助规定。你要认为中国之乱，中是讲用这个懂，是规定要查康熙字典，这个懂是为什么巧字在上面，下面一个懂啊，那讲文字说这个一个懂字就可以讲很长的一个钟头啊。他说你最后用法治，天下一成功了就法治，而刑法刑治法讲得非常重要，靠刑法的治，法治来治天下。开始打天下的时候不能用法治，只用德治，只有道德仁义爱人成功的啊。等于四年一起来了以后啊，就规定了很多的规章啊，就是你们的管理组织来了。我常常说我有经验，但我一毛钱没有，我借钱来创业去了，这管理说我十块钱借来还不到三分钟，已经欠了100多块钱账，那管理不了。有了钱成功才当管理，懂之于年轻啊，啊，见之于微弱，不对你那个传位性就来了。忠勾勉而不怀人，孟公而不生母，悦不与人，何谓为人？这样一来，你成功了，用管理，用法治，管理就是法治来了，规定这样，规定那样，啊，中这个结果呢，中就是这个结果呢，这样做法的结果，够勉而不怀。
聪明在哪？逃避你的规点，逃避你的规点。任何法令这么严密，任何的契约管理这么都有漏洞的，漏洞了就可以逃避，叫垢面啊。所以我们读古书啊，中国的古书讲这里插一个笑话给你们。我们小的时候是第一个读《礼记》，《礼记》上教我们做的“临难无垢面，临财无苟得”，这个“无”啊，是母亲的“母”，下面笔错了，都写在不可的意思啊。做人啊，我们小的时候都要背，做人就是临财无苟得啊。有了利益的时候要减少少分点，不要随便贪多。临难无垢面，做人有困难站出来，不要逃避。教小孩子，教我们做人。所以我们从小背书都要会背。有个同学讲，我懂了，懂了。礼记教我们做母狗，为什么临财母狗的有钱母狗就拿到了，临难母狗免除母狗就没有灾难。他高免两个字，临财母狗，母狗在这个那，这个物质这是古代的不要啊。所以说这样一来，你有一法力一规章来治天下，就够免可以逃避，而不还有不感谢你。法治的问题，我觉得不太好，对，不是你对我讲的问题。政治的原理，一个在这里叫法治，就是现在讲人治好还是法治好。中国现在讲人治做人的人，实际上古代的人叫人治得治。开始在老板创业的时候，大家没有规定，拿出共同吃月饼，共同合营，五月三在炒。到后来就不行了，五月三炒不够了，月饼多少就要规定了啊。这垢面而不怀的，不感激你恩惠，这个结果呢，莫公表面呢非常守法，对你很公正，没有感恩的思想，没有情感啊，莫公而不宣布。这样一来，你注意哦，朋友之间相聚，家庭之间相聚，有个大年在月不在大，户外在晓得这人家的地方，你以为满不在的小地方，这个埋怨反感不在于大小，又是小事的埋怨不在事啊。人只有一个埋怨，慢慢累积下来是杂货，苦爱在哪下面就会地方再就付出自己心了。古人说民有水也，社会老百姓像水一样，水可以把船扶起来，也可以顺利船翻倒啊。人生和民怨是重要，所以再就付出是讲两点，因为不需要说明这个文章，唐代都要知道老古文啊，老百姓水一样，你领到是船一样，靠老百姓捧你，水被你捧，被你扶起来，不得可以翻船翻了，这是古文了。所以他在这里不需要再加说清楚了，再就扶就就懂了嘛啊，说你深深，就在唐代中你要注意了啊。